啊，你是不是原来想要知影如何来拣一罐好的豆油呢？一周刊豆油教室要办一道青菜好料理，一罐好的豆油会使带你上天堂哦。首先，咱来看这个装豆油的罐啊，一边是塑胶罐啊，另外一边是玻璃罐啊。这玻璃罐呢是用细铁来做伊的罐，安尼哦，较无塑化剂的问题啦。而且玻璃罐啊，还阁会使高温杀菌。刷落来，再摇一个，摇一个，摇一个，几秒了后，这个化学的豆油呢，一泡会渐渐无去。但是咱这个纯的豆油呢，这个泡完全还阁伫个，而且还阁成油哦。最后，咱这个原料阁来比一下，市面上的豆油有八成是黄豆来制造，其中又阁有三成是化学的制成，有一寡甚至于连一粒黄豆嘛无。啊，若像黑豆做的豆油呢，差不多100%拢是纯的啦。讲到这，啊，这的撇步，你敢袂记起来？豆油教室下课。